大家你好，先生你好，我要接我洗手。我个名叫海 Elvis Duarte， 我今年四十五岁，我结咗婚，我有两个仔，我个孙系会教，我读书到个中学，我中超啊样嘅人，我住咗台湾六年，照顾婆婆同埋照顾小朋友，我系香港三年多。照顧公公重逢，我會請公請屋企買菜煮餸同埋洗車。我想回香港，因為我要揾到啲錢俾我仔讀書同埋俾我自己。我希望太太先生中意我，再見喺香港。